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《重生巴黎媳妇儿有点辣》，作者宝庄城，主要播音素素清扬君言讲故事。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第533集，季雅没有放过夏小兰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。这女孩见了她，只有疑惑和惊讶，却没有丝毫的慌张，连一点点紧张都没有。宁雪见她都会紧张，尽管宁雪隐藏得很好，一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在季雅面前是无处遁形的，但夏小兰就真的一点都不紧张。这女孩太镇定了，也太漂亮了点，难怪季江源不同意和宁雪在一起。20岁左右，本是荷尔蒙最旺盛的年龄段，看见漂亮女孩就脸红心跳，是自然的身心反应。夏小兰是罕见的漂亮，季雅脸上带着笑，却已经把夏小兰从头到脚的评价了一番。再漂亮也不行，宁雪才是最适合他儿子的伴侣。夏小兰也不知道季江源他妈妈想问什么。夏小兰自认和季江源清清白白，季江源妈妈看起来不像是丁爱珍那么不讲道理，也和七景村的陈大嫂不一样。阿姨，你想和我聊什么？夏小兰是善解人意，季雅穿了一双跟很细的高跟鞋，走久了脚难道不酸？再说这两天的天气一直不怎么样，今天虽然没下雨，还是有风，这种天气下了课就该赶紧往寝室跑，或者图书馆和自习室，能挡风的室内，鸭绒服还能扛冻。夏小兰就想赶紧和季雅说完话她好回去。夏小兰其实也有点打乱季雅的计划，心不慌气不喘，她要和夏小兰聊什么？至于找到夏小兰头上倒不奇怪，宁雪不说，季雅随便在学校问一问就行了。季江源在学校颇受关注，夏小兰也是同样，这样的两个男女生就算多说两句话都会被人记住，季雅随便打听就知道了。江源在家经常说起你，我就想来看看你。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国外长大，我担心他会不适应国内的环境，幸好他还交了你这样的好朋友。季雅的声音真好听，夏小兰却毛骨悚然。季江源的好朋友不是熊百言吗？这两人整天梦不离交，怎么算也轮不到他身上啊？这种误会必须要解释一下。其实我们在不同的系，大家平时课业都很忙，我和季同学也只是一起参加过之前学校国庆游行方队的训练，最近一次接触是昨天去对外经贸大学参加英语竞赛的复试。季同学在学校是很受欢迎的，阿姨，您随便找人问一问就知道，实在不必担心季同学会不会适应国内的环境。哪里不适应啊？季江源不是乖乖去参加英语竞赛了吗？像宁雪那样耿直的学霸说不参加就不参加，学校能有啥意见？季江源同学却坚持向集体靠拢。季雅说的什么担心，夏小兰是一个字都不信。她也比较烦说话拐弯抹角的人，不知道在哪里听到点风声，不找季江源求证，却来学校找夏小兰问。夏小兰又不是软柿子，谁想审问她两句都行。关慧娥能问，那是周成的妈妈。夏小兰和周成在谈恋爱，关慧娥有质疑，人家有资格问。季江源他妈妈就算了，夏小兰天然就站在汤洪恩的立场上，他就是这样帮亲不帮理的耿直人。两人当初为什么离婚，夏小兰不知道，夏小兰就知道汤洪恩现在孑然一身呢。十几年来不让汤洪恩和亲儿子联系的也是季雅。夏小兰的意思是，我和你儿子没关系，
我们连特别熟的同学都算不上。如果要怀疑你儿子在学校里交了女朋友，应该把注意力放到全校女生范围去搜索，而不是在下课时直接拦住了她。这个女孩太张狂了，鲜花虽美却是肆意生长，没有修剪过枝条的。季亚觉得夏小兰缺少基本的教养，她已经从心里断定夏小兰出身的家庭不好。尽管夏小兰和其他学生比起来没有穿着土气的大棉袄，说话也很有礼貌，但那种锋锐之气还是从夏小兰的话里行间透露出来。但凡有人不顺着季亚的心意来，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。他想点一根烟，想起这是华清的校园内，硬生生忍住烟瘾，口气就不太好了。那我就直说了吧，江源以后还是要回美国的，我不希望他和国内的女孩走得太近。不管是不是误会，我希望你和江源保持距离。你是建筑系的，应该认识宁雪吧？季家和宁家是世交，我们两家都希望江源能和宁雪走到一起。以后江源回美国，宁雪也去美国留学。江源的未来已经规划好了，和你的交集就是这短短的在华清上学的一两年。我这样说你可能会生气，但这的确是事实，你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夏小兰深呼吸，那也恕我之言，阿姨你的世界我还不一定喜欢呢。季同学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是有男朋友的，希望你下次不要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猜测来找我了。真他妈有毛病啊，他和季江源在不在一个世界的有一毛钱的关系吗？夏小兰也没想过要和季江源一个世界呀。而且在华国，单以家世来说，周家已经算很好的了，季江源家什么背景不好说，夏小兰觉得比周家门槛更高的可能性不大。夏小兰去了三次周家，除了周姨母女俩找找茬，周家人都挺好相处的，也没有像季江源妈妈这样张口就是什么两个世界。夏小兰心里很憋屈，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自卑，家庭是天生的，能混成什么样也得看个人的努力。那些抓住改革开放起飞的大佬也不是个个都出身富裕家庭，还有科技新贵，靠比别人好的技术，比别人好的创意，在所有人都叫嚣着阶级已经固化的后世，依然有年轻的新贵一跃而起。谁要觉得一时的领先就是永远的领先，谁才是真正的井底之蛙。夏小兰懒得和井底之蛙多谈，季江源他妈妈穿戴的再好，其实也就是升级版的丁爱珍。丁爱珍觉得朱家的门槛高，她一个农村丫头攀不上。季江源他妈妈直接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这些人哪来的错觉，夏小兰会想挤进他们的世界，简直莫名其妙。夏小兰挥挥手小跑着离开，季亚站在原地呼吸急促，哆哆嗦嗦掏出一支烟来，风太大了，他点了几次都没燃。他要是不把这丫头的背景完完整整地挖出来，他就不姓季。